他绝对没随便成年，他已经问过他家艺人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说了，我确实是有实锤有证据。然后吴亦凡看到了我回的消息，太懂他了，我特别了解他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那个我打了个800，他得说800，你知道那种语气吗？带着他那个恶心的气泡音，800，哎，他是在懵逼，他当时在老慌了，他在想，哎呀妈，上哪凑这800万去？